Highly gifted, my jacket's thrifty. Watch me get a pattern shifted, just acting different. Living in my minutes, I'm catalytic. That's why they love to jack the style like it's on a Civic. I will never pull the strings like an oligarch. I do my dance at the club with the lonely hearts, watching all these little men try and be Bonaparte and make the rest of us goof that I live alone. Got the benefit of time to deliver flows. Eating creamy peanut butter, buddy, I lick the bowl. Brings my soul body into the physical. New cards, new deck, new life. King of cups, he comes upright. Always, all days, all nights. See, do I, do I, do I. New cards, new deck, new life. King of cups, he comes upright. Always, all days, all nights. See, do I, do I, do I.好，我们来看这个震惊社会的新闻哦。这个判决就他妈很奇怪，这就是我们台湾人很奇怪的一个，很爱这个，很爱我们的这个法务部哦。那到现在为止，很多案件呢都是无期徒刑。这个人呢，他当年犯下一个非常可怕的，一次进去杀四个哦，持一把手枪进去就把四个干死哦，那轰动全台。他在一审、二审。他在别的案子有被判死，他在这个案子又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那这个很奇怪啦，他总共有四个判决，哦，他总共有四个判决，但是有一个判决呢，有一个判决呢是一个死刑，有一个判决是无期徒刑。哦，那不管，反正我给大家看这个嘛，他有一个死刑啦，又有一个无期徒刑。但是往往哦，我们看到这些怎么讲？这些帮他判的这些人，哦，意思就是说，羁押期间看守表现良好啊，不要判他死刑啊。哦，李南虽犯后虽悔悟啊，抄写经文啊，哦，反正都是这样。哦，这个东西其实刚刚有人问馆长，觉得怎么样？哦，我只是跟大家讲，台湾嘛，台湾已经被大家公认了。我相信快要被差点，我相信现在快要被世界公认了，是一个犯罪天堂。哦，就算你今天判死刑，其实严格来讲，它不是一个死刑，它是一个无期徒刑。那死刑呢？死刑来说呢，它是一个有期徒，无期徒刑来说，它是一个有期徒刑，就是二十年就可以开始报假释。哦，二十年。就可以报假释，哦，那这个就是我常常在讲的，台湾的政治，大家都在放狗屁，哦，大家都在放狗屁，所以还是跟各位讲，现在是什么时代的，我们还在天天看到这种东西上去。真的是，我不会讲啦，台湾的法律真的是有点怪，台湾法律真的是很北蘭，真的。再看。这个猛欸，我觉得这个已经不要命了。晚间十点多，台铁突然传出死伤事故，一名行人闯入八堵到四角亭之间的平交道，遭到火车撞上，当场没了生命迹象。而这名驾驶就是晚间开车冲撞派出所的嫌犯，要连线给记者张志凯。志凯，
好，主播，发生在昨天晚间10点多，一辆小货车冲撞了基隆八堵的派出所，造成两名员警一命为一重伤。而这名货车驾驶随后就往暖暖火车站的方向逃逸了。那么没多久呢，台铁就传出了死伤的意外，原来就是这名货车驾驶。透过画面上可以看到，平交道旁呢已经盖起了白布。这名驾驶呢遭到火车撞上之后，当场是没了生命迹象。台铁表示，在2月29号的晚间的10点06分，八堵到四角田东镇线，因为一位行人入侵平交道，遭到的4248次的区间车撞上。铁路警察到场处理当中，目前这个路段以西镇线单线行车，4248次的旅客由4744次来接驳，也已经通知了临近的车站以及受影响的列车加强播音服务旅客。而目前呢，是宜兰线的列车是误点，预估延误了有86分钟。而现在这名货车驾驶也疑似畏罪轻生，也增加了警方调查犯案的难度。以上是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形，主播。晚间最新，基隆市暖暖区八堵分驻所深夜，一辆小货车突然撞进警局，导致两名员警一轻伤一命危。更多资讯交给记者洪从祥。从祥。好，没错，就在稍早晚间10点多，基隆八堵派出所遭到小货车冲撞。透过现场画面可以看到，这一辆小货车直接是撞进了派出所。从现场画面来看，不止大门玻璃全碎，连值班台也被往后推撞，几乎是全毁的一个状况。而当时正在值班台的两名员警也根本来不及闪避，同样遭到波及。而根据了解呢，是一名24岁的女警，她是左腿以及右额头擦伤；另外一名是24岁的苏姓男警，则传出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被压在车下，送医之前就已经失去生命迹象，在事发之后呢也立刻被后送医院来进行治疗。而根据了解呢，这个小货车呢，它在冲撞派出所之前，目击民众表示，在小货车它在路口的时候就先已经撞到一辆机车，接着再往派出所来进行冲撞。只是为何小货车会冲撞派出所，现在还要厘清。真没想到这名肇事的驾驶在肇事之前竟然是火速的离开现场，而且是往暖暖火车站的方向来进行逃逸。而就在晚间10点06分，经传这一名肇事驾驶疑似是畏罪，竟然跑到铁轨上，遭到台铁4248次的区间车撞上，当场身亡。而目前呢，这一名24岁的苏姓员警还在医院抢救当中。为何驾驶要冲撞员警，冲撞警局，狠心带走员警的性命，随后又畏罪卧轨？目前背后的原因还有，不好意思，我刚编了一个人哦，因为你他妈的，你讲话也太地狱了，哦，我刚编了一个人。你在那边说警察怎么样怎么样，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应该是有的对吧？啊，我也很希望没警察的，啊，管就免那拍命啊，了解不？干你啊，没警察没法律，我你爸第一个去领导给你唱，干你娘嘞！我袂当安尼讲。大家都不喜欢被警察开红单，大家都不喜欢被警察临检，大家都不喜欢被警察啰嗦。但是，就是要有人去干这些事情，不然这个社会，哦，车祸的车祸，酒驾的酒驾，超速的超速，抢劫的抢劫，强奸的强奸，爱杀谁杀谁。我也觉得没有警察很好啊，没有警察我就不用卖这些东西了、啊，对不对？没有警察很好啊，我就来卖，我卖什么？我就来，人家是开生存，我是开枪支，反正没有警察嘛，对不对？就像 GTA 6啊，就像他妈的嘞，妈大家都来跟我买枪，我卖枪就会赚爆，我就开枪店就好了，好不好？好不好？我就开枪店，我就来卖枪啊！对，我就来组军队啊！人家这个已经这么不幸了，你还在讲那个什么鸡巴话？干你你啊！我祝你早点被撞死！我祝你走在路上就被撞死，随时随地被撞死！我祝你早点死！操你妈！
操！警察，警察，无论你是对警察有什么怨恨，哦，他做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如果你今天以讨厌警察，你可不要弄我死。你叫你救小这么好，路上很多诈骗集团，路上很多为非作歹的黑道，你可以去撞他们呐、啊。警察真的是很多无奈啦，你去当过你就知道啊，你也考不上嘛，对不对？路上一大堆，路上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人，有的没有的坏人，你怎么不去撞死他？那么多政治人物领着那么高的薪资，还贪污，还贪的，还贪的，你叫啥好？你弄总统府啊？你叫啥好？你去弄总统啊？对不对？你去弄，你去弄官嘛？那些官员不干事，那些官员造成我们社会很多问题，你去撞他们嘛？你弄这些派出所，看你娘嘞！叫小家派。我说唔知，较早有人弄总统府，我的比喻是讲，你假如果你是要这样子讲，哦，你要这样子干，很多人都有反社会人格啦。哦，我本身也有反社会人格啊。谁喜欢守规矩？谁不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谁不喜欢？我想要，我想要，咱较早，阮较早少年时听一首歌，哦，想要怎样，哦，爱怎样就怎样，想要怎样都可以，哦。你被告两笔妨碍名誉，是在 DC 群组说对方双面人，下周五要出侦查庭，我要注意什么吗？第一个是不必，第一个是法官叫你和解，哦，法官会问你要不要和解，哦，啊，对方可能会跟你要钱，千万不要答应。第二个是双面人，是一个比喻，它是一个比喻对方，哦，这不是所谓的一个谩骂，或者说有使人社会评价降低，哦。你说双面人，我就觉得你双面人啊，在我面前说一套，在别人面前说一套啊。哦，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告的，你也不用去请律师的，自己去跟检察官答辩就可以。检察官看你这种案子，我相信你只要据实以告，除非啦，你在我面前胡乱啦，哦，你骂了对方一堆。比如讲说你讲了一堆，最有可能成案的是你在网络上去散播这个人的不实的消息，这个比较容易成案。比如讲说你四处去跟人家讲说我是馆长的小三，我这边有他弃养的孩子，他这个人他在社会上一副风度翩翩、英俊潇洒、高大帅气。懒觉很大的样子，但是事实上，以棒波棒囝，他那时候跟我说，十年前跟我说，我要出去拼，等我有成就的时候，我会回来带走你们母子的。你有没有看《雷洛传》？刘德华，哈哈，是不是？哦，结果你就在四处去讲，去 PTT 写一个幻想文，哦，后来记者。也把他 PDD 幻想文爆了出来，他变得很大的时候，啊，你哥，你后来才出道，哈，你被我抓到了。我问你说，请问一下，小三在哪里？小孩在哪里？人在哪里？
是不是？你讲不出来，你说我在听别人跟我说，哦，当初伊甲我讲，叫我卖甲别人讲，是我甲你讲，我讲一解。当初伊甲我讲，叫我卖甲人别人讲，是我甲你讲。哦，但是我个人，我就是个讲出来，我就是把它说出来了，哈哈，是不是？哦，所以这时候就岔赛绕赛了，对，然后就被我抓到，这个就比较容易成。但是如果你说一些形容的，比如讲说哇操，比如讲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很 gay 吧，我觉得你这很靠北，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卑鄙耶，我觉得你这个都还好，你要把你发生的事情讲出来。比如讲说他说了什么事情让你认为他是个双面人，你要跟检察官讲，要跟法官讲。哦，那再来就是看你的脸了。脸啊，因为法院嘛，台湾的法院、台湾的检察官通通都一样，很多事情他往左边写一点，他就觉得说，你不应该这样讲啊，你应该要怎么样啊，有一些法官呢，他就会说，你要有容许度要高一点啊，人家讲这样而已。我觉得多包容啊，这还没有构成啊。妨碍名誉，这真是一个很鸡巴、很瞎、很白痴的一个，而且很容易让人家滥诉的一个东西。它本来就不应该摆在刑法当中的妨碍名誉跟毁谤，它本来就应该摆在民法里面。我不是说你乱骂人家哦，没有罪。就像你结婚吧。你结婚，你离婚，你结婚懒教养。哎呦，我今天看这个爷养，看那个爷养，走过去看那个梅亚的卡称，哎呦喂啊，啾！走过去看到那个妹妹，哎呀，穿低胸、穿低胸的，哎呀，懒教啾，受不了！哎呦喂啊，我公司的同事每天都要穿那个深 V， 哦，聊着聊着，聊到床上去。办公室做业务，坐着坐着，坐到汽车旅馆去。请问一下，送你的送，国家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对不对？你某在不送，当初你跟你某说，我爱你，两个交换口水，呸呸呸呸呸呸，两个交换体液，呸，你吃我的口水，我吃你的口水，呸，哎呀，我就爱你耶，好。两个人有一天想一想，哎呀，感情如胶似漆，无娶袂使，无娶袂使，甲恁娘无娶袂使，爱甲要死，爱甲要死，哦，娶落了后，一台车定咧驶，甲恁娘想要换只车诶，说袂到，说无法度换，有当这样物件，这是双方面。男人会这样想，女人也是很多出轨啊。我觉得我当初选一支，当初感觉袂歹，但是别人迄支嘛是感觉嘛袂歹，爱这支愈来愈嫩，愈来愈无效果。恁祖妈阁想要找别支，对不对？别支会当当个头顶，会当拍爱的鼓励。哦，我就问一下，哦，你要汽车嘛好，你要坐看卖啊，这支有灯无嘛好，就问一下哈，这跟刑法有什么关系哈？这妨碍了国家利益吗？化验就浪费检察官，在那问你们两个当初交换提议，你赶快赶快给你赶，然后在那边为你排解家庭事，重点是。刑法嘛，他不用不具，不用花钱，不用缴裁判费。你去法院开庭，你用民事的告人家，你要缴一条钱压在那里，输了就不见，这叫裁判费。可是钢筋啦，所以我当初有很多法盲，法盲，你们千万不要当这种法盲。哎呦，蔡英文啊、哦！这个他妈的没结婚的、哦，
这个女人啊，操你妈的台湾啊，四处都可以干的啦，通奸无罪啦，哎呦，都怪蔡英文啦。通奸不是无罪，是把它移到了民法去，意思就是说，你要干相，你要冤家，你们请你们双方请律师，花钱缴裁判费，去民事法庭用钱来处分，而不是说啊，我人去机派去，我委屈这种事情嘛，我要跟他离婚，他说，哼，你这世人哦，都注定吃我一支小马蹄过一世人，你是要吃台湾大香肠哦？没啦，你每天就是要吃这支甜不辣啦，吃一世人啦，我的干，就是这种爱恨情仇情感交织，蓝色捅你眼，玫瑰捅你眼，捅你屁眼，蓝色蜘蛛网，这个干我屁事，你叫法官跟检察官浪费资源，然后你要被判刑，你人整天两个国，你要跟他离婚你不爱离，然后你去跟一个女婆夭壽啊，丁哭哭吃烟头，哎呦喂啊，试看看咧，哎呦，还真好用，你去用抓到，你人不行，别人行，你要离婚，你用告一个通奸罪，你还要被判几个月徒刑，本来有几个月徒刑哦，真的要有哦，干你娘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移到民事庭，那相对的妨碍名誉，我的干你娘，还有你干我娘，我嘛干你娘，两个人点么常常呢？在路的干来干去，隔空干对方老母，好像后面都有替身使者，说一句人家都飞过去，两边的老妈都高潮，两边的老妈不断被干，常常所见所闻，常常在听嘛，是不是？啊，这一种鸟事，哎呀，你给我干，我给你干，你给我抽，我给你抽，大家抽嘴抽来抽去，啊，就要有法官跟检察官来认定，然后再判你一个陈先生，判你一个什么妨碍名誉。所以你常常会看到馆长的判决有两个判决，有没有看到？啊，新闻就很爱分开报，因为很多人不懂法律。一开始我被告一次刑事定案嘛，它叫做预科罚金三个月哦，这是谁？后面他会拿着，正常来说就会这样，他会拿着刑事判决的判例，再拿去民事庭要求赔偿。哦，大家应该常常看啊，我赔 A 嘛十万，哦，类似这样。所以为什么要有一跟二的节奏，一罪两罚嘛？所以我也是在这边讲了好几年，说应该把妨碍名誉跟诽谤这种东西放在民事庭。放在民事庭，对不对？反正都要判嘛，怎么能一罪两罚呢？一个罚款是你要几个月要交给政府，因为你要被判刑嘛。另外一个是你骂了人，你要赔偿给他精神抚慰金嘛。哦，他被你骂跟人鸡掰，说要走在路上，所有人说你看那个就鸡掰啦，鸡掰走在路上破麻啦，破麻布啦，破麻布破掉了啦，他走在路上，你看那个飞机杯会走的飞机杯啦，所以是怎样降低评价，是怎样降低评价我也不知道，怎样把人评价降低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为什么评价会降低啊，你懂我意思吗？评价就整个降低了。OK， 你骂人家一个破吧，是他出去之后千夫所指，万人唾骂，走在路上回家都得洗澡，为什么？回家都口水啊，身上都是痰啊，妈的槟榔渣啊，干你娘的口香糖啊，人家吃过卤蛋啊，吃过牛排渣啊，妈的多利多汁啊，什么人家身上？你怎么知道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能告，是说应该把它移动，移动，你懂吗？请把你的大屁股移到这个位置上，
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啊。加上现在台湾人这么爱告人，台湾人真的很爱告人。林北那天生日还要出庭，我不管啦，干你娘的，你们一定要他妈的好好买我的东西来安慰林北一下，好不好？我那天生日呢，我再过几天生日呢，没有，再两个礼拜生日呢，我生日那天要去开庭呢，开什么庭？你说什么庭？我开这个庭什么庭？激进党，激进党，他妈他丢黄国昌东西，我在那边说，你不要这样丢，你这样丢不对，你这样丢是不是我们以后我也可以这样丢你？干你娘！你说我这样也可以这样丢你，以后你来我就丢你。他说，他去法院，又是那个林，那个林好像按的会高潮。所有人，你不能好好叫律师递状进去就好，一定要这边，然后请记者，然后这边讲的口沫横飞。我们决定靠馆长，我们真的被馆长恐吓了，我们被恐吓了，是恐你娘鸡巴呀！我们被恐吓了。你丢人家东西，人家出来说你这样不对，结果你告人家恐吓，然后借着告我，然后还在骂黄国昌跟柯文哲，啊，柯文哲就真他妈的嘞！真的啊，我最近接到传票，因为很久的事情了嘛，对不对？然后他妈接到传票，基进党现在好像选举完的时候，好像这个党蒸发了，有没有？蒸发了，好像这个党蒸发了，好不好？加油啊！心理压力很大，说了他的名字，做过丑事，那没事的，你只要据实以告就好了啦。今天你看一下他讲这个，大家回忆一下好不好？站在这里呢，其实整个事由的起因啊，是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台湾激进的成员以及我们不分区的候选人史威祖等。在监察院的门口以太阳花丢向黄国昌是为了要控诉黄国昌他背弃十年前太阳花运动的精神，他作为太阳花运动最大的这个力量的收割者，却背叛太阳花精神。那我们看一下，不要听他废话，以后你出来我就丢你东西，以后激进人在哪里大家看到就拿东西丢他，我讲的干你娘你个大妹吼还要用这个H-I-O-H 吼吼连吼都要做出来吼干你娘你较大妹吼吼连语助词都要做出来嘿吼你看旁边的人就会把激进给死，这样子也要告，吼吼吼吼你安尼够会行啦！你安尼够会行啦！台湾人流目屎，你安尼够会行啦！台湾人拢去死就好啊！台湾人拢去死就好啊！看你安尼嘛够会行，你安尼够会行，强悍！我咧甲你强悍，你甲人结，我出来甲你交，拄啊好呢啊！这也没有说什么妨碍谁的名誉啦。第一个，第二个，你是选举，你政党的。第三个，你敢骗物件，迄个人是我的好友呢？啊，你敢骗物件，我讲你来选，你袂甲你骗物件，安尼袂使哦，安尼袂使哦啦。啊，你是咧搞安怎啊？你即种垃圾党哦，垃圾党哦，无要紧，恁祖妈陪你算哦，无要紧。我怎么都没有看到立法院看到鸡什么党啊？怎么一个都没有啊？
怎么一个都没有啊？